其实他那个身材真的太好了，你看知不知道？自己看了你都会惭愧。这题只有我能答了，因为不能放在最后嘛。啊，我又没事。泡温泉那场有，洗澡的时候有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是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初梦轩，我是宋博维。请介绍对方在电影中的角色。宋博维在电影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陈宝定，他在电影里面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小黄瓜。梦轩在这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张安健，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宝定的小黄瓜。哇哦！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如何？真正熟识后有反差吗？因为他就是一个马手，然后我觉得哇，这要很自律才有可能可以有这样希腊雕塑般的身材。然后我想说哇，那他一定很无聊。但后来发现，没有，其实蛮糗的。宋博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超级冷酷的电影男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他都会戴着耳机在那边自己听音乐，他很喜欢有自己的空间。然后我想说哇，这个人很酷。有没有为了这部电影做了什么功课？我们有去打橄榄球，因为我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机身的身份，就有去上课一些步伐、啊，然后法器啊，因为他是护驾，然后就要学一些要做一些什么。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其实前置作业的时间其实蛮久的，但这些时间里面，我们主要是去了解一下我们角色需要的东西是什么。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有没有学橄榄球文化上的东西，比如说机身嘛、护驾，然后再来就是画脸也是一个大重点。泡温泉那场哦，那有学泡温泉有学哦，泡温泉有不同泡法，洗澡有不同的洗法。电影中三个大男孩一起洗澡的部分，开拍前有特地健身吗？有没有偷偷比较一下身材？我肯定是有的。我也是常年有这样的习惯哦，特别去练一下。我还有跟他请教，我还有问他。两人在电影中有比较多亲密的互动，在拍摄时会紧张吗？有没有比较有趣的 NG 片段？有，洗澡的时候有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很怕痒，就是这样子，可是反而效果很好。其实他那个身材真的太好了。我有时候反而是我会真的有点不敢看，因为那他那身材真的太好了，看你就知道，自己看了你都会惭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可以吃沙拉吃一整个礼拜。我有一次也是为了要拍戏要瘦身，然后我就吃沙拉，我记得我吃三天的时候，我就第三天我就这样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这种？太气了吧！电影中有送情书跟抽钥匙的桥段，自己有经历过吗？抽钥匙其实坦白说没有，我那时候已经没有怎么在抽钥匙，我也没有。说谎吧？哎，那你来分享一下啊，分享一下。那有写过情书吧？收过了。哇！我有写情书的经验，因为我以前的字太丑，然后我们班上有一个就是硬笔书全国第四，我请他当我师父。后来我跟他练了好一阵子，因为我要想要写情书给我喜欢的女生，就写，后来还是让请他帮我写。本身在爱情中都会怎么追求心仪对象呢？金牛座的择善固执，就是我们会追求到底。你是那种一直被打枪，你也不会怕的。我不会让他有打枪的机会。你在帅什么啦？不要跟他告白就不会被打枪啦。那我分享一下，约他吃个晚餐啊，看个电影啊，5月31日啊，就自然一点事情这样。绝对是要先做一些公开场合，最好是有一些大自然啊，或者是对整个整体文化艺术有一些贡献的一些基础的社交。觉得两人拍完电影后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有几分？逐渐上升的，大概2分吧。我觉得其实是高的啦，比如说像刚刚我们在玩游戏，然后完全没有默契，对，那就是我们的默契。你够了解我吗？有小编提问，两人同时回答，答案一致即过关，共出7题，答错2题以上需进行惩罚。150公斤的宋博伟跟150公分的宋博伟，你会选哪一个？3、2、1。150公分的宋博伟。怎么？默契超好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自己最有魅力的地方，3、2、1，肌肉。我以为讲肌肉，其实我原本只是想要讲身体啊。哦，我不好。请两人合力哦，是合力哦，比出一个爱心。3、2、1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在看另一半的时候会先看哪个部位？3、2，这不是2选1啊，部位差不多。对对啊，你给3个嘛。好，给3个。对啊，第一个腿，第二个眼睛。好，第三个迷人的，那我们说1、2、3。你有没有笔记？他有没有笔记？不是，我有没有笔记。比较能够接受公主病还是拜金？3、2、1。公主病。请问比较喜欢另一半从前面抱你还是后面抱你？3、2、1。后面。蛮厉害的，最后一题了。你会喜欢被亲还是亲别人？3、2、1。亲别人，因为我
我刚刚有一题放水，所以你们不用十指紧扣那样磨鼻子。我确认一下，还可不可以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可以哦。有了吧？来拼输赢啊！由小编出题，两人抢答，最后分数较低的一方要用特别方式宣传。赢的人可以干嘛？赢的人就是有一个小福利，然后输的人一样惩罚。请说出必看《淮南》时候的三个理由，只能四个字。三、二、一，好说。年代穿越、亲情、友情、温泉洗澡。请说出自己最有魅力的三个部位，禁止说两个字。禁止说两个字的。我的刘海，你的刘海怎么样？我的腿，我的上胸。请排序：宋国伟、朱梦轩、驾腾红。三位身材由好到普通，不可以把自己放在最后。来，朱梦轩，宋博一下的哦。这题只有我能答了哎，因为不能放在最后嘛。啊，我又没事。突然发现会伤害到某一个人。请说出最想合作的女艺人，禁止说三个字。哎、欸，那是要抢的。对，要抢啊！茱莉亚·皮诺许、茱莉亚·罗伯兹、岩中千惠。哦。最后哦，请说出对方的坏习惯，不能说四个字。太贴心，太贴心也有可能会造成人家负担哦。你现在有负担吗？现在还没有负担哦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来拼输赢啊！第二回合由小编播放电影前奏，两人抢答。这是小幸运吧？啊？哦，那些年啊，对不起，对对对对对不起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的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。这也太难了吧？真不知道哎。是哦，尤其是你。是奶奶这边早餐里面的那个，对啦。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？OK， 好，最后一题哦。拿着想啊，我刚才都拿着想了。就在你心里的名字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。Yes。时候五月三十一，穿越大荧幕，重返一九九一。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达人秀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初梦轩，在淮南。我是宋博伟。然后宋博伟有个小福利，就是你要抱在后面护驾。哦，这是福利哦。好了。到底。